雷射切割优点有哪些？推荐三个优缺点一次了解。过往印刷技术运用网版印刷、电烙印或是开刀模来进行印制图案，光是在制作各种不同的模具上就需花费大量的人力成本，不仅不容易安排客制化，若图文设计需要进行更改也十分不便。面对这些消耗成本，科技也发展出因应的新技术，雷射切割是一种个性化且少量多样的加工技术，现今生活应用也十分普及，在各种加工行业中也很常见。原因在于雷射切割机拥有主要这三个优点：一、加工效率高；二、加工精度高；三、切割断面效果好，可透过不同的材质切割来制作成品。而且雷射切割只需在电脑中修改设计，不需特别制作指定刀模，透过雷射雕刻还能让加工更加精细，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质感，同时又能节省额外的时间与人力的成本耗损，更为近几年来的文创设计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。看完影片后，对雷射切割原理及优点是不是更有概念了呢？若您想更进一步认识雷射切割机，都欢迎与我们联系哦。一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制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